需要练习我的中文口语表达。你好，我叫孔慧瑞，我是南大的交换学生。他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他似乎很久知道怎么说好中文，哈哈。喂，你。喂，你。你。你过来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学中文。这里容不下你。对呀，我的狗都说都比你好。我的猫也是。哈哈，说得真好。你的妈妈是家庭主妇。对呀。你是谁？我是干门。干门？你不会说中文？在这里，外国人。你好，是在哪？是我，我来帮你学中文。哦，叫我的中文不好。那你必须每天都练习中文，直到你准备好了。可是我真的知道我准备好了没？你好，你好。你在做什么？你应该要认真学中文啊。你好，我叫 George， 我的中文名字是娇气，我有一个哥哥，我是中文老师，我的学生很好，我从中国来。你好，请问您贵姓？啊，我姓孔，叫慧瑞，你呢？我的中文名字叫赵建瑞。啊，对了，你在做什么？我在练习我的中文。哇，你会说中文吗？是的，其实我会说一点中文。很好，跟我一起练习吧。你是哪个人？我是韩国人，我来自汉城。你呢？我是苏格兰人，我从格拉斯哥来。你的专业是什么？
我的专业生物工程，它很难，可是很有意思。我是交换生，你呢？我学习经济，我是三年级学生。我的作业很少，但是我有语文考试。我喜欢这个专业。那很好，你家有几个人？四个人，爸爸妈妈、姐姐和我。我爸爸是律师，我妈妈和姐姐是匠人，他们住在韩国。你的家有宠物吗？我家没有宠物，但是我家有四辆车。哇，你的车很有钱。没有很有钱。对了，我的中文好吗？你的中文很好。好，你的中文很糟糕。是的，你就是笑话。不要听他们的，我会帮你。你的中文会说得很流利的。加油！不是，不是，太难。Uncle， 不是。加气枪！也需要。学生。记得他吗？刚们，
他的中文真的很差。哈哈，杠们很好笑。我的中文很好，我的中文考试很容易。对，考试时我每次都抄你的答案。哇，对了，你的中文班有多少个学生？哦，我的中文班有20个学生。你住在几号很大的宿舍？我住在20号宿舍。你住在多少号房间？我住在120号房间。我的房间很大。对了，你有女朋友吗？有，我有3个女朋友。你呢？哼，没有，我太忙。你的女朋友只是想要你的钱。不是。对了，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？4848481000。谢谢。啊，是那个男孩。嘿，外国人，又是你。你先叫吗？你会说中文吗？对，我会说中文。哦，很好，你是我的朋友。我们会说中文。这是好，我的学生。什么？是的，我是当地的抗命人。为什么你的声音这么的？啊！我掏空这个垃圾桶。那么你怎么就建在空中的？啊，我在打扫屋顶。